我是左岸，今天是一个日常小分享，我要来开箱一下那个台湾的肯德基。知道，他现在在跟那个传说对决做合作，所以他有送这个续保卡，好，祝我可以等一下可以中奖。我觉得台湾 KFC 跟 Malaysia 的真的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。这个就是我点的，它这个是最新上市的，这个叫金沙黑爵士卡拉鸡腿堡，所以它的那个皮是黑色的，待会开给你们看。一个套餐的概念，它会给你配那些那个鸡啊，你可以自己挑选辣还是不辣。哎，这个还蛮像的。那它薯条就是这种，这个他家薯条很好吃，很喜欢。这是我点的，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我之前没有吃过，这是焙茶白玉蛋挞，就之前吃的都是它普通的那种葡式蛋挞，然后这次它上面加一点可爱的东西。马来西亚的 KFC 我记得是没有蛋挞，台湾的有，而且做的很好吃。台湾 KFC 还有一种东西是必点的，就是这个红茶，不知道为什么它红茶可以这样好喝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先来试吃一下。马来西亚的没有红茶吗？嗯，好像没有，都是喝那种可乐。对 ，Pepsi Cola， 还有那种那个叫什么哈 ，Sprite， 雪碧，对，因为吃 KFC 就要配那个快乐肥宅水，因为他现在要提倡环保，所以 KFC 台湾 KFC 已经不敷那个 straw 吸管，好喝，祝福我感谢。那我们现在来开箱一下这个。金沙黑爵士卡拉鸡腿堡，这名字好拗口。再来，看起来就是这样，哇，哇，很可爱哦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前面，就是它这很大的羊角圈，加一点生菜，然后这里面这个，这洋葱圈吧？嗯，这个洋葱圈，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卡拉鸡腿堡，它的卡拉鸡。好，现在大口吃饱。嘿、okay. ，其实我有闻到咸蛋黄的味道，我有闻到，但它沾到我手，然后我就把它舔掉了，好好吃。来第一口，我觉得面包很松软，然后它那个洋葱圈很香，不过我还没有吃到它的蛋黄的味道。因为第一口通常都咬不到酱，还会有毛。再来咬这边，这么大口，他们说汉堡好像要把它压扁，然后才可以吃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样比较好咬吧，比较好下口呢。哦，好疗愈的感觉。再吃一口这个有咸蛋黄酱，它这个咸蛋黄多。超好吃耶，大口吃饱畅快。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很好吃。它这个咸蛋黄哇，有加分的感觉。它就是很香，可是也不会到很咸。对，然后它有一种清爽的味道，但还没有加 orange。它这样出一款花生的，那花生我就吃不太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我觉得哇，可以回购。我本来不是一个很爱吃汉堡的人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我接受良好。太好吃了吧！幸福啊，原地爆炸。它这种就是咬起来不会柴，就每咬一口就可以听到烤烤烤烤的感觉，真的好幸福哦。然后它的面包又是那种很软又香，这个汉堡我会给它九分。试试看它薯条，就是。跟马来西亚朋友讲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台湾是没有那种，就是台湾 KFC 是没有酱料，就是番茄酱那种也没有，番茄酱、辣椒酱跟泰国辣椒都没有。然后马来西亚它就是会有特别做一个酱料台给你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小盘子要挤多少就挤多少。不过它好像有时候会造成浪费啊，不过大家适量就好。台湾薯条，我觉得做的还。蛮好吃的，就是我吃
台湾的 KFC 这么久，我觉得它的薯条算是很香很脆，然后有那种满意足的感觉。你们那边也是出的吗？嗯，是出的，是出的，可是味道感觉不一样，觉得应该是配方的问题。可是今天它这个薯条没有做得很好吃，嗯，因为我们叫外送，可能时间太久，然后外面还下雨，所以它就没有那么在凉。薯条也会潮湿，薯条潮湿，嗯，啊。我还愿意再给他天天玩玩吃的机会。那我们先吃蛋挞好了，就是那个白玉爵士什么，忘记他名字了，反正就是蛋挞。他这个蛋挞哈，他已经做过很多，因为那个蛋挞在台湾的 KFC 里面是标配，就会加一点什么，就是各种各样料，就是还有加过珍珠啊，有加过什么棉花糖啊，有加过抹茶。不过我那时候还是觉得。原始的蛋挞最好吃，那我们来吃看。先掰一个这个试试看，这好香哦！这好香哦！对啊，这看起来它这什么、啊？这我以前好像吃过，它的胶质也会突然化掉。麦片吗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很香哦！这好神奇哦！它看起来像脆的，可是吃进去有点像棉花糖的感觉，软软的，是不是？嗯好香啊，我可以闻到那种烤味道，整个在嘴巴里面爆开。然后蛋黄，好，来看给你看一下，蛋黄是非常的绵密甜甜，哇，太好吃了。然后它外皮是那种很酥脆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外面很酥脆，然后里面很软。我当时第一次在台湾吃 KFC 就被它蛋挞征服了。里面还有一点，是白玉 QQ， 嗯，那里面还要加内馅，它普通版的那个蛋挞就不会有这个里面的内馅，不过还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哎，仔细看它有三层哎，是我的色差吗？看，最下面是比较深的，然后中间比较浅，然后上面就是原本蛋挞那种蛋挞馅，我觉得比那个抹茶好像好吃一点。如果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如果你有来台湾旅行的话，一定要去 KFC 点它蛋挞来吃，超好吃。然后今天就是做一个小分享啦，给大家看一下 KFC 里面有什么东西。然后因为它等下还有送序号卡，我等下应该会去看一下我到底有没有中奖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欢迎按赞订阅我，我是左岸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嘴巴有没有比较歪？